汪小菲和大 S 的金钱纠纷至今话题烧不停，汪小菲的母亲张兰也来参一脚。22日，张兰公开发表声明，跟曝光了录给 S 妈的语音，语音内容超劲爆，指控大小 S 天天吸毒，她都病成什么样了，吸毒吸成什么样了，更直说自己有证人，可以让法庭拉着他们去验血，更表示家事不可外扬，你好好思考思考，好好想想你女儿下半辈子怎么过，不能这么毁了她，知道吗？然而汪小菲也发文啦，表示 S 妈留言叫她别再说了，不过随即就把文给删了，但还是被网友截图留下证据。汪小菲母子突如其来的大动作，真的是把吃瓜群众看得一头雾水，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